随着凯米台风的影响，农村水保署表示，04-03大地震过后，秀林乡和仁部落、三站南溪上下游以及邻近的部落都是风险较高的地区，为此已经先进行了河道清疏。但是台风后下大雨，土沙量仍大，为了避免后续大雨造成的山区土石流，秀林乡公所积极的清疏河川土石，防范汛期可能带来的土石流危害。秀林乡王文贵表示，为了防范台风可能造成的土石流，秀林乡公所在台风进入之前安排大型机具进驻到各土石流浅势区附近待命，一力在最短时间之内迅速解决清理的作业。好在秀林乡公所在台风之前已经启动土石流防灾准备，并且调查完成土石流浅势区的范围，让这次台风没有造成居民的安全问题。秀林乡公所感谢各单位的帮忙，也辛苦勤于作业的单位人员。随着凯米台风的影响，农村水保署表示，04-03大地震之后，秀林乡和河仁部落、三站南溪上下游以及邻近的部落都是风险较高的地方，为此先进行河道的清疏。但是台风之后下大雨，土沙量仍然相当的大，为了避免后续大雨造成山区土石流，秀林乡公所积极清淤河川土石，防范汛期可能带来的土石灾害。记者庄学报道。